常感谢张博士的介绍。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疫情下的远程教育。在这个进入主题之前，我想说一下是刚才的隔空合唱团，希望你们都能够被这个歌声感动到。那他的这个合唱总监Gigliotti 名字就很有音律美，有着杰出的贡献，特别是整个合唱团在在有特殊需要的学生融入方面做出了很优秀的成绩。好的，那我们今天讲座的一个预期结果先说一下啊。第一个层面的就是希望你能够接受到一些新的知识。那么在第二个层面就是这些新的知识可能会触发一些新的灵感。那么最后一个层次就是可能在生活中你会或者工作中可以把今天讲座的内容带到行动当中有一些改变啊。那么这是最高一个层次的一个预期。好的，那么我们下面一个 PowerPoint。 好的，我们每个人大概会讲15分钟，这里写了一下主要一个每一个小部分的主题那么今天实际上最后Global Classroom 的这个 Tara 他今天没有办法跟我们在一起，但他在精神上是支持我们的，和我们一起那么我刚才用的 PowerPoint 实际上显现了在目前刚刚好各大校区都已经进入了这种远程教育老师们使用的一些 strategy， 就是策略，就是让尤其是一些低龄的同学感受到一下在原来教室的环境是个什么环境，同时把它带到线上来，尽量复原曾经的那种环境让同学有一种熟悉感，特别是对于低龄的学生。那么在这个画面上屏幕上实际上也可以加入一些 link， 就直接到比如说去拿一本书，和他在教室里走过去拿一本书的感官是一样的。OK， 那么在开始之前，我想调动大家的大脑来仔细的想一下，在你以往的经历中，是否有一次很好的远程教育经历？那么如果没有，希望今天可能成为一次。那么在这次经历当中，一共有哪些主要的因素？你觉得使它成为一种成功的经历？那么又有哪一些方面是可以不断的改进？可以带着这个思考来倾听我们今天的讲座。那么下面一这个 PowerPoint 继续往下有三幅图。 OK， 在这里，好的，我找到了这个控制我想请我们的听众呢在这个对话框里可以打出你认为哪一幅图最代表了这种远程教育的理念或是现状你可以动用一下你的手指在对话框里打一下你认为的一种模式。那么刚才也许你回忆了一下究竟是有过一次哪一次成功的经历，那么我在这里把这个关键的因素提炼一下，一个就是人的因素，对吧？在这次经历中老师至关重要，究竟有着怎样的这种带动力。那么学者自身实际上是有很多因素在里面的，学者是一个关键。那么教学内容上无非就是学的内容，还有一个是评估的内容，这两点非常重要，因为学和评估是一定要相互紧密连接的。然而今天呢，因为是远程教育，我们主要的两个主线就是一个科技，一个教学法，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是如何交织使得远程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那么我常用这样一个比喻，就是说这是一个双人舞，对吧？在这段舞当中有科技也有教学法，那么大家跳过舞都知道在这个里面一定是有一个人是主导位置的。在学业界有很多的争论哈，到底哪个是主导，你不能两个都主导，两个都推就撞一起了，一个推一个退，这样配合起来使这个舞蹈完成的非常的美妙。那么有不同的说法我喜欢这样说，这个科技是这个科技先生，因为它的发展比较的线性简单直接，这个绝对是在赞美我们的男性因为你看他一开始最开始的时候是邮件大学，对吧？在科技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种远程教学是什么呢？就是靠寄送信息。当科技进行了革新，出现了电视和收音机的时候，又出现了这种大面积的可以传播，一下是个很大的改观。
那么从事第三步科技革新的时候，就是有了这种互动性，像我们今天大家都可以看到，还可以相互讨论。那么第四个阶段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正在高速发展的阶段，那它呢在这种大数据、人工智能是科技的一个发展的主要标志。但是作为这个教学法上它的发展呢就没有那么的线性哈，稍稍复杂一些，但是大体来说可以归为三类，一个就是认知行为学的一种教学法，一个就是社会构建主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当今现在所处的关联主义。简单的说一下啊，最早的行为主义，大家学过这个教育心理的都会知道 B.F. Skinner 啊，盛极一时这种，实际上它是怎么样？简单的来说，就是把人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要求它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尤其是对于它行为的发展，因为人可能是最不好预知的一个。从某种程度上是动物，对吧？那么从研究动物的这种实验室，把人放进实验室研究，我对它的环境进行怎样的控制，它的行为输出就会有怎样的变化。那么像这种积极强化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啊，盛极一时，在美国的课堂里。那么在这种教育上的体现性，就是说运用这种教学法哈，它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一开始就像我今天其实一样，一开始有一个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有一个非常 structured 的路线，就是说我只要坚持这几个 step， 到最后你就可以学成。那实际上在今天这种还是有着广泛的应用，为什么呢？它是这个比一些技能性的训练还是非常需要这种非常 effective 有效性啊。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当中哈、啊，和科技联系起来的时候，因为正好这种教学法盛行的时候，科技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大概就是有 radio 啊 TV 啊，那么学生可以通过这种远程教育性的活动，大部分是一种被动的接收读看啊，那么测评的内容大概就是一考一考就有没有记住怎么回事啊，那老师你可以看到老师是站在舞台的当中啊，控制着一切啊，完全是在发送所有的知识给学生啊，就这种可复制性是非常高的，把它规模化是很高的。那么起初的成功，不得不说哈，远程教育的实现，它加大了这种就是接触面。你想一下，在一个很偏僻的印度山村里，一个人突然通过 Coursera 可以上到斯坦福大学教授的课，这是一种怎样的飞跃，对不对？我们在连接地球，成为一个地球村。那么大部分的时候，这种教育出现在成人呢、高等教育，因为它需要一些灵活性，尤其是成人被教育者哈，这种可接触性的而且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价格，对吧？因为你去斯坦福大学要多少钱，和在网上上一门斯坦福大学的课啊，那么这种趋势不断的还会发展到 K-12 的这种层面。那么主要体现在像 AP 课程，为什么呢？比如说因为教育运用的不均啊，教育不均的这个问题，就会有一些地区没有特别优秀的教师资源，那怎么办呢？那么没有办法给学生提供很强高强度的课，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网络教学，对不对啊？借用其他地方的师资，我们没有，但是借用其他地方，通过网络教学，让学生可以有这个机会学到，尤其是在 AP 课程这个方面哈。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 Coursera 一开始非常成功，但是到后来有一个问题，我觉得 Mark Twain 实在是非常的睿智哈，很多年前就说过，他说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老师讲和学生记笔记都可以不用过脑子哈，就是过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教育最主要不是灌输，而是要点燃。那斯坦福大的 Dr. Collar 也对这个问题，就是 Coursera 的整个的这个进程做了一些专题的讲座，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啊，非常的好。那么继这之后哈，刚才讲的是认知行为学，又出现了社会构建主义，它。这些 PJ 啊还有 Vygotsky， 他更强调在学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以学者为中心，积极发挥学者的能动力。那么学者实际上也是在教的一部分里不断的来创造一些新的
财富哈，学习和知识，就是它有一种能动性在里面，不再是被动的接收。那么这种教学法和这种科技联系起来，因为科技发展到可以有网上互动，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了更多的教学活动和测评方式。那么它体现在学者开始可以和同辈和老师进行直接的 live 的这种线上的 discussion。那么最后测评时候也可以做一些更为综合性的这种总结整理那么这个就是更高一层的这种认知水平的锻炼，通过因为科技可以提供这种互相互动的方式，更能激发一些新的想法但是我们说过，这个在老师这个需要这个模式要对老师有需要高的要求，就是说进行一定的 training，对不对？整个的这种模式的cost 是相对来说要高一些的，它不是可以复制的，因为每一次互动都是一次独特的互动，因为我刚才说到整个的因素中的老师和人他是个性化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很难把它一下子就扩大化，而且还有一个在教学中的这个，你会听到一个 Bloom Sigma Two Problem，就是说整个教育当中的一个普遍存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我们只能 target 在中间学者，老师讲的时候这么多人，对不对？大家水平参差不行不齐，那怎么办呢？我们大部分时候是只能 target 在一个中间水平，那么很多通过去自己开小灶做 tutor 去提高的人很多，但是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利用科技，对吧？现在是大数据时代，machine learning AI 能够把教学更加的个性化。那么我觉得这个Thomas Friedman 一个非常著名的《纽约时报》的这种评论员说，就是说当有一种极强需求的时候，我们最有可能有最大突破的时候，我想现在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关在家里，没有办法，不可以去，对吧？不可以进去，那你就一定要把这个网络教学变得更加的，有效。那么怎么办呢？我就需要投入很多的想法思维。那这是一个，改变的时代，就是说现在科技发展到什么情况？刚才选 C 的哈，可能就是说稍微的你的下意识理念里对于远程教学的模式是受这种连接主义影响的。那刚才选 B 的，实际上是你的模式里面大部分有的是这种社会构建主义。那么第一种就是只比较偏向选 A 的人是比较偏向这种认知行为学哈。那么目前我看到说现在的孩子学，他已经真的不再是只有一个老师是他的知识源，对不对？同学，那么你想一想这个 social media。许多领业的专家都可以是，所以说是触手可及，可以及时的 follow，他会有他的 Twitter，他有他的这个 account，对不对？那么我们每周都会看一个 documentary 和我的孩子哈，他会问很多的问题和说很多他知道的东西，我当时就很惊讶，我说你这些都是课堂里学来的吗？他说也不是，他说这个实际上他有的时候是玩 game。在里面看到说这个，哎，这个海底摄影是怎么完成的？哎呀，我当时就觉得说，哎，我对这个 game 的想法应该有一定程度的改变。那么，如果我们的教学能够 follow 现在这种有点 gaming 的想法，对不对？那么，你的 WeChat 或者是你的 Facebook 时不时的会有一些广告植入。那么它都是 customize based on 你自己已经输入的你手机上的很多的大数据来进行对你投放这种广告。那如果把这种思维继续持续到教学当中，发展一些教学软件，用应用所有学生的兴趣爱好也好，特长也好，然后根据他过往测评的结果来决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learning module。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利用科技更有效，因为一个老师不可能，就是变成很多个老师，对不对？一个一个的来教，所以如果说我们利用这种科技作为这种途径，是非常有可能去解决那个我们只能 target 中间变成一个更加 individualized 的这种 learning path，对吧？学习道路。那么这个希望基于哪呢？尤其是在美国，因为是公立校区，所以学生数据是非常敏感的，
只有这个社区才校区才可以拥有，并且要依法严格的保护。所以校区为什么要引进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这个就是关键，你是否可以有效运用学生的大数据，把它运用起来，运用到可以更加个性化，教学模式，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向。那好的，那基本上我们大概捋了一下科技与教学法的这个发现，这个发展的一个进程。那么我现在呢，要简单介绍一下 FCPS 校区。我们将近有200个学校和中心，将近20万的学生。那么这个庞大的学生体系里还非常的多样性，有 17% 是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有 14% 有特殊需要的学生，那有 28% 呢，他们是经济上家庭有困难的。所以在整个校区的运作是需要很多的考量啊，整个校区即使如此的多样性，但是在成绩上有着优秀的表现。那么这个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人才的发动和培养是离不开的。那么像我就介绍 Dr. Marshalli 为大家来介绍一些实际可以应用到的这种教室战略战术。